好，长官来，我们来登录了。我把它先抓到这个桌面啊，多邻国。然后呢，我们选择的是中文，然后呢就按登录。这里就用 Facebook 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有用 Facebook。这个是长官吗？确定啊。我的就是我的屏幕主图片。好，很确定。宝宝，记得我的 Facebook 也是我的屏幕主图片。然后进来之后要先设定一下，按这个，按确定。我想学英文，要按。然后看看它是简体，它是简体改成繁体了。我们改繁体来这边，过一下，设置，学习语言，这边有一个繁体，按保存，然后 OK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就。回到刚刚那里吧。按基础一，从第一个开始，选择男人的翻译。你要仔细看它下面的英文字，后面才答得出来。Man。按检查，正确，对一题，继续再按记一下。你好。Girl, a man. 妹，都要打中文了，但是你不会中文对不对？他说你可以把滑鼠停在单词上看Man, man. 一个，Man. 男人。一个男 Man. 人，所以你可以用打的，也可以用剪贴的。Man. Man，你会剪贴吗？按 Ctrl C，我知道。然后再按 Ctrl V 贴上，或者是用滑鼠右键也可以。错了错了。要从后面跳到哪上，或者是按 Delete 可以删。A man. 你要不要用滑鼠剪贴比较快？Man. 对，按那个。直接这样就也可以，这样更快。对，好。中龙，正确。Woman. 对。Boy. I am a woman. I am. I. I am，我是，对，I am 就是我是。Woman. 看下中文，然后你要输入英文。我是哪一我先和我是 I。这个吗？对，是 M。但是要有空白哦，你中间要加空格，这里空格，对，很大的空格，然后一个，对，A，接下来要加空格，
牌 girl。大家看。Boy，boy，boy， 你不确定对不对？来，哥哥刚刚有用一个风气。用 Google 翻译就好了。对啊，用 Google 翻译。Google 翻译我已经有存档了。啊，你就等等啊，那。存过。那你就在这里，刚刚你听到什么？对。就念。好。对。来，靠近一点。对，对。嗯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出来？对。嗯，我按了，为什么它没有出来？等一下，关开启。哎，哎，可是它没有开启耶，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没办法开启？哎，哎。没办法开启。允许。哦，这里对，允许，难怪。对。嗯，没有用。对。哦，啊，它变错了，来，我念哦。啊，怎么又来了？对。啊、哦，他也弄错了。Boy， 嗯，他一直念头，一直弄成头。Boy， 耶、yeah, ，有了。好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这里有英文吗？I am a bo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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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最后一次对的，那是前面不对。I am an。 哎、欸，对了，前面对了。嗯 ，boy。嗯，不对，他跳掉。I am an boy。嗯，不太对，来，我来帮忙好不好？哎，怎么这样 ？I am a boy， 不对。I am a boy， a boy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最后才对？不是。男孩，要秘密。对对。变成要反过来，这边要选中文，这边要选英文。不用。不用。直接把男孩拉过来就好了。Man。Man。Man。
常常有没有过。Man。对对对。你说完话可能要停止，要按停止。Man。然后后面那个对，前面的不是不用，后面的对。这样子。对。人。对，很难的。什么？男人，对对，没错。这个是人名的。对啊，可是他也是男人，真的，男人，也是人，也是男人。Woman。Woman。Woman。Man。又来了。Man， 然后单击麦克风，然后念，再念，我是一个女人，对 ，I am a woman。I am a woman。等一下，他没反应哎，可是刚刚那个。I am a woman。刚刚那个哥哥又反应，哦，有了。I am a woman。哦，他只看到 woman。再来一次，可以再试一次。等一下，他说你可以再试一次。我知道了。I am a woman。对。哎，听对了，哎，对了，哎。基本正确，但是少了一个字，他 OK。女孩，这样比较好。这时候你要把这边选成英文，对，要选成英文。哎 ，girl， 不用加 s 哦，加 s 是很多个女孩哦。没关系，你勾过去再删。S 要删掉 ，S 是女孩子一个，不加。嘿，你过一关得15分，好。你获得了一个 Lingo， 就是他的钱币。然后按继续。我看一下。你看。小店，那不用啦，你已经登了，你不用 Facebook 登。那就像，你可以创建个人档案，如果你想创建。对 ，OK， 完成。用户名要。用户名。就。就。CKH371。对的，那我就1 2 3 0 4 8 8 0，最后一个错了，零，没错，零，可以。加个密码。不用了，你就打就对了。嗯。4 0 3 0 4。不行啊，你用户名就当了密码，人家就知道啦。所以你还是要用 CKH 啊，那人家就马上就知道破解你的密码啦，对不对？那别人不会料到是这个吧？啊。而且别人不会说是这个吧？因为这个我设的号我也通用这个耶。你这样子是很不好的啦，很容易被破，到时候你的
代号点数都不见了，不要破点啊。他破不了，我有设密，我没有设密码保护。因为你的密码跟你的账号一样啊，懂吗？我设密码保护就不会。一样。只是不会被改密而已啊。你设密码保护没有用，因为你这样来说被登录，你以为他没有，他是没有用的。你密码就是要秘密，不可以让人家容易猜到。你这样子超容易让人家猜到。我前段时间我的密码哎。啊？那不是我的密码。一样啊，那你把它设的跟账号一样，就等于是告诉人家说，等快来用啊，我的密码就是这个，我已经写在上面给你看了。你还不懂吗？这么笨，对吧？你不要乱叫等级吧，先从最头开始啦，按基础二，啊，第二个，哎。A boy and a girl. A boy. A boy. And.And. 中文应该是不用空白的。中文应该是不用空白。中文不要空白。我这个空下来就交不出去。Girl. I eat. 也可以啦，但是不需要。刚刚哥哥都没空也对呀。Eat. I. Eat. Apple. An apple. An. An 一个。不开心啊。Apple. She is a girl. She is a girl.I am a man, and she is a woman. I am a man, and she is a woman. 差了一点，不是，后面那半句没有出来。I am a man, and she is a woman. 嗯，好。I am a man, and she is a woman. 我帮忙好不好？要不要？ I am a man, and she is a woman. 哎，等一下， I am a man, 这个 I 怎么跑到后面去啊？不对，哎，不能弄了，哎，基本正确。嗯，他怎么说我基本正确？明明倒过来了，他辨识错误哎。哎呀，管他辨识没有错误。Is已经有他是了，就不用从二代。Man.记得要空白。好。
等一下不要太快按检查，因为你有个错。Apple 哈，因为它后面碰到母音，母音就是 A E I O U 的话，要改成 N A N A N 加一个 N。嗯，所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 N。好，这个是因为母音而变形。谢谢。He's a man. 啊，可以。是。就照着他念 ，He's a man. He's man. 看起来不对哦，再试一次。He is a man. He is a man. He is a man. He is a man.He is a man. He is a man. 你帮我。好，帮你。好怪咖。He is a man. 呀，又少一个，但是他又说正确了。啊，是啊。Eat an apple. Eat.Eat an apple. Apple. 这个是 a boy and a girl. A boy and.And a girl. 好，再来一次。A boy and a girl. A boy and a girl. 再来一次，会怎么念 ？A boy and a girl. 好，我来试好吗？哎，基本正，又基本正确。太神奇了。所以是这样吗？啊，他是一个奇怪的家。第三人称要椅子啊，第一人称就是我的话要用 am， 第三人称 he 去。一个，Man and woman. Man and woman. Man, M-A-N. And woman. 这个就可以。不行。好，可以，你用发音。Man and woman. Man, woman.哦，对了，但是中间少一个是 and a n d a a n d a n d a a n d a boom a boom b。好、哦，他弄出来了。对对对，他现在是要你英文呢，小伙子。好，这里要选 I eat， 因为后面是母音 apple 是母音，所以要对。I eat
I eat. I eat. 对，很好，你发音很正确。I eat an apple. I eat a apple. 哦，几乎对了，但是这个 a 加一个 n， 因为它是母，后面是母音来 ，a 的后面加一个 n。啊，对，嘿。Man and woman. Man and a woman. 耶，好棒哦，完全正确。Is he? A boy. Boy.Eat an apple. Eat apple. 几乎对了，中间少一个字。Eat an apple. 哦，基本正确。I am a man and she's a woman. She's a woman. I am a man and she is a woman. I am a man and she is a woman. I am a man.And she is a woman. I am a man, and she is a woman. I am a man, and she is a woman. 你可能要每一个字尽量给他念清楚，试试看。I am a man, she is a woman. 好，再念一遍。I am a man, and she is a woman. 我帮忙。我们最好念那个我们。I am a man and she is a woman. Basic 正确 and she is she woman. 这里错了，好，没关系，他说基本正确就好。赢了。赢了，耶！两关，恭喜你得到30分。我快升级了。哎，对啊。我快升。你应该得到两个零果了吧？已经总共有两个零果，我三个零果。好，那你要继续第三关吗？先不用。先不用，好，那休息。晚安。好，那我跟休息了。去接书位。对啊，那我去接，可是现在应该已经关了，不能接。我们下午见，这下次开到我这。好啦。先休息一下。可以让我先打完。休息眼睛了，因为你闯过两关，最好是休息眼睛。那哥哥呢？那你等再去骑脚踏车两次好了，好吧？啊，一次好不好？是的，快呀。呀，两次太累了。两次而已哟，快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。